我的钱，没有车吗？好的，让开。等等，哎，我的车！你这个邪恶的家伙，小心！宝贝，你还好吗？太感人了，真的让我恶心。哦，是什么？激活邪恶，当克鲁斯。好的，我邪恶的朋友，这是你的任务，把艾姆罗斯带过来。查尔斯在哪？为什么打不开？索尼克，艾米罗斯，嘿，进来吧，我给你看看我的新发明。给你，遥控炸药，我把它命名为手电筒炸药。我有两个事情要请你帮忙，你能照顾一下艾米吗？当然可以。艾米，你想看看我新的爆能枪吗？不，我的火星呢？不感兴趣。有什么好玩的？给我，谁也不能碰我的平板电脑。呀，把我的平板电脑还给我！啊，给你，我去开门。哦，纳克鲁斯，完美的时机，进来吧。你能帮我照看一下他吗？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没问题。把平板电脑给我，想把它拿回去吗？快拿呀！来吧，抓住我，在这里！砰，抓住你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艾米罗斯在哪儿？天哪，这是他的位置，他在公园，我得去找他。哦，拿着球棒的家伙是个坏消息。把艾米罗斯还给我，他是我的。把袋子给我，这个人交给你。加油，哥们儿，快点儿！他在哪儿？皮诺塔在哪儿？现在拿着皮诺塔。这什么？祝你好运。哦，我的皮诺塔。皮诺塔。等等，等等，别打我！哦，我的糖果，我的滑板车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想要糖果吗？我舒适的床，我只需要一个枕头。哦，就在这儿。宝贝一定很重。你去哪儿了？现在必须把艾米给我，情况很紧急，快点。好的，先生。什么？拿错袋子了？这样好多了。这是我的袋子，现在不是的了。这是我的枕头，放下，确保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哦，至少我拿到了平板电脑，我第一张自拍。背纸上写的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他的平板电脑，嘿，你知道，这不是你的平板电脑。别担心，我们自拍一张吧。嘿，把平板电脑给我，这是我的财产。行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哦耶，他朝那边跑了。快去，先生，你的食物。嗯，闻起来很香。嘿，哥们儿。哈，这真的很好吃。再见，服务员，我被抢劫了。我的食物在哪儿？等我一下，这是酱汁，你一定自己把它全吃光了。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情况很紧急。他去了那边。谢谢。啊，我梦寐以求的狐狸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一部关于我的电影。
我需要扫描你的票。太烦人了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，能快点吗？哦，我有个主意。哎，朋友们，快来，另一个入口没锁。嗯，好的，谢谢，万分感谢。请进。什么？这不是电影院。嗨，让我们出去。嗨，你这票有两张吗？怎么会？这我的约会对象。嗨，好的，进来吧，好好享受电影哦。让我们出去，开门。什么？真的吗？女士们，我可以吗？什么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开门。打扰一下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耶，他进去了。等等，你需要一张票。什么？这个？是赞达亚。在哪里？我看不到。这是我的票。真的吗？好的。哦，等我帮你电影啊。你在这里。不好意思。发生什么事？愤怒和暴躁。嗨，我新的坏蛋，被我绑架，艾米罗斯。哎，卡尔斯，怎么了？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了。哇，耶，很糟糕。对不起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会给你们一个教训。我们都很酷。哇哦，多么棒的剧本啊！圆满的结局。太棒了！对不起，我得走了。太棒了！那么我们回家吗？嘿，让我们出去吧。他在哪儿？嗯，你在这里，我的爱，请坐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些花是给你的。这不是我喜欢的。嫁给我。不，你跟我走，别碰我的未婚妻。你伤害了她，你就得和我解决，这不关你的事。你敢动她一根手指，我就……嘿，我的包，别转移话题。朋友们，别这样做，暴力也是很不好的。这是什么？好吧，我要取消订单。袋子回来了。我该吃什么？我有平板电脑，不会从菜单上选点东西。艾米罗斯的平板电脑，这不是你的，你不能拿别人的东西。我的午餐没了，我的滑板车。哎呀，我做到了！这简直是最糟糕的一天。一切都很好，没有人跟踪。丹德博士先生，哦，嘿，看起来怎么样？稍等。我启动无人机，我的新发明。加油，无人机，让我们看看你会什么。没成功。加油，粉碎它。弹头博士先生，你的电话号码在哪里？我该怎么给他打电话？嘿，你们好。你们还好吗？耶，索尼克，显然你在这里玩得很开心。拿起你的平板电脑，我们走吧。走开，麦克鲁斯。
小尼克得收拾行李了。小尼克，嗨，小尼克，小尼克，停，够了，这做什么用的？怎么了？我已经收拾好了，把这给带着。不不不，我们不需要水枪。小乖，我们正在做事，别担心，亲爱的。我们走吧，拿一根曲棍球棒。为什么我们要带曲棍球杆去水上乐园？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你需要这个，还有我最喜欢的泰迪熊。你们会带什么去水上乐园？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你的想法。好了，出去，时钟在滴答作响。这就是你要照顾的孩子。嘿，你好。啊哈，嗨，这是他的东西。Nice。宝贝，听陆基的话，我相信你。他们什么时候让我们进去？电影院禁止带糖果。求求你了。哦，不行，不许带糖果。我很抱歉让你不高兴。你会发生什么？规则适用于所有人，不许带糖果。是这个，这个，我最讨厌小孩子了。你这个小混蛋，你们在看什么？小尼克，别发火，是我们的票。好的，好好享受电影吧。来吧，索尼克，等等。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是生日蛋糕。我的蛋糕，愚蠢的规则。我知道，闪开，蓝色的家伙，这我的票。好的，请进。问题是，他用胶带粘着糖果，你嫉妒。我需要一个办法来摆脱一切。对的，我的超级速度。那是什么？嘿，艾米，吃些糖果吗？谢谢。什么？艾米罗斯，他们在亲热吗？那个鲁斯要卷土重来。是我看错了。我接一下这个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玩。你自找的，这个变态，电击啊，感觉很刺激。对吧，纳克鲁斯？你这只自大的刺猬，尝尝我们拳头的滋味吧！这什么混乱？哦，谢谢。你这只动作快的刺猬，我要把你打得落花流水，你是躲不掉的。看那边，你挡住我的路了，他可能在哪里？你过来。不可能。这什么？我的新发明。网发射器，麻烦制造者们过来，我的生日毁了。伙伴们，至少你们在评论里祝我生日快乐，拜托了。我的限速器准备好了，绝妙的发明。现在有速度限制了，第一个客户来了，我势不可挡。什么？欢迎，请进。好的，真可怜。额头？什么？我建议你不要加速，速度是有限制的，愚蠢的规定。你可以慢慢走。真的吗？好吧，索尼克。你给我买零食了吗？他们在哪儿？哎，艾米，我没能成功。我可怜的索尼克，等一下。毕竟我有圆环，基本上我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糖果。这是给你的，谢谢。我忘了付钱。什么？他打开了个传送门，很快就要结束了。巧克力，亲爱的，你能帮我拿点汽水吗？ OK， 没问题，给你，好好享受吧。纳克鲁斯，你的想法真不错，给你，艾米。
耶，我还活着。泽里克，在你指，泽里克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！轻松器，什么？只是我的幻觉，我要没收你的圆环。这是最糟糕的一天，这也许在某个时候会派上用场。你在笑什么？你才是最大的衰仔。我的裤子，这太尴尬了，这个不好笑。愤怒的火焰拳头。其实这是个好点子，不要这个。停，谁付钱？好了，我有自己的糖果传送门了，太棒了。听，我很干净。我最喜欢的场景。哎，宝贝，是他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零食在哪儿？我不明白。行。哎呀，是我的。太烦人了，我辞职。糖果，到电影院去。太极，你睡着了吗？好可怕！他们在哪儿？讨厌！好大的传送门！那个鲁斯，你真是个天才！我需要更多的糖果，大家都去电影院。嘿，你知道你把糖果扔到哪里去了吗？哦，是我的错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卫生间，不好意思，计划失败了。你怎么了？那个偷口香糖的小偷是谁？真可爱。他在干什么？嘿，警卫，看看我的票，声音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在你面前。宝贝，进来吧。口香糖粘到你头发上了，聪明的做法，我可以做到。哦耶！口香糖，这很奇怪，这我的票，我可以进去吗？那什么？千兆的口香糖，是你干的，索尼克，嘿，口香糖。妈妈，你在干什么？别碰我的头发，真恶心。我汽水喝完了，我还想要。问题是，我不能辞职。好的，机器人宝贝，帮我守住这个地方。哦，哇哦。扫描物体。你到底是什么？不许吃糖果！你不能指挥我，小矮子！朋友们，在下面写下评论，你们是否同情纳克鲁斯？机器人赢了！你在看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浪漫的想法。太酷了，他会喜欢的。谁在那里？哦啦啦，我的爱，我们可以出去约会吗？哦哇哦，一见钟情，你好可爱，太可爱了。哦对，这太可爱了。一朵花送给艾米罗斯，像他一样可爱。一只蜜蜂，走开！哎呀，是决斗！再见，蜜蜂！我要加入糖浆。太棒了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是我的票，
你身上有糖果吗？只有蜜蜂，走开！蜜蜂，艾米，这给我的吗？好可爱！等等，还有别的东西。我要用生长刺激剂。这是什么？看，哇哦，一株糖果植物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植物。天哪，太棒了，好不真实。可怜的蜜蜂，等一下，我会让你复活的。把它调到最大。嘿，好朋友。嘿，小蜜蜂，我要报复刺猬。哦，我的臀部肌肉。你不应该伤害蜜蜂的，注意好维格。蜜蜂，谢谢埃及。棉花糖是给我的吗？谢谢。怎么了？这是我的棉花糖，我甚至没有感觉到。走开，我会给你一点颜色看看的。小矮子，好，我们走吧。我想尺寸不是一切。一个棉花糖，再来一个。嘿，美女。真是个绅士。嘿，我也是个拳击手。这是给你的，宝贝。再见。哎，这太不公平了，我的血糖太低了，我的肚子疼。咬一口我的棉花糖吧。这手套太好吃了。好的，我试试看。好好享受吧。好甜。好了，我的藏身之处准备好了。放松好吗？是我的错，测试新枪。这有什么？偷运糖果吗？那什么？你真的很可疑。我是侦探索尼克。侦探，耶！我在找这个罪犯。我相信我看到他了，我直接进去了。谢谢你帮助调查，小姐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侦探夏天穿雨衣。哈，他们在约会吗？够了，大克鲁斯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索尼克，你很快就会变成棉花糖的。别担心，艾米，保护你自己吧。尝尝我的拳头吧，刺猬，搞错手了。美味的棉花糖，来吧，为最后的战斗做好准备。我准备好了，好痒！天哪，我受不了了，够了！男孩们，够了！你要爆米花吗？我不用了，不过再想想，我得吃点。偏离目标，小手手搞不定哦。这个怎么样？休息，给我一杯饮料。好了，继续。我很乐意。我的鼻子。你可以吃你的爆米花了。阿克鲁斯，接住，狠狠地揍他一顿。你有大麻烦了。你怎么样，宝贝？打得好，我没事。退后，女士们，索尼克要反击了。我准备好再来一轮了，你能拿着吗？什么？你要去哪儿？嘿，纳克鲁斯，找一个惊喜给你。哼，这是绝杀！太棒了，索尼克，就在你后面，转身，耶！加油，纳克鲁斯！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停，快起来，索尼克！我亲爱的刺猬，这是什么？我的爱，好疼！可怜的东西，秀恩爱让我恶心。算了，
我们走吧，宝贝。那哪儿？我还没完成呢。哦，纳克鲁斯想去看电影吗？哦，好的，走吧。稍等，我要休息一天。告诉我，弗莱米，他怎么能把我们留在这里？谁是你的超级英雄？不要踢你！天啊，你怎么能对这么可爱的人生气呢？我们走吧，我的刺猬，拿着东西。哦，我们的梦想假期即将开始。那么我应该去哪里？拿着。哦，索尼克，你好快。嗯，我可以在阳光下小睡一下。嘿，你大老远跑来是为了打盹吗？我们玩吧。干得好，我发球。索尼克，你把球扔给谁了？我还有飞盘，听起来不错吗？索尼克，两个人才能玩，不想玩。明白了，来了。保住了，艾米，躺下冷静一下。我终于要睡午觉了。这什么？哇，你愚蠢的球掉下来了！宝贝，想玩吗？不，你最喜欢的鲨鱼。不，想弹吉他吗？不要弹，举起手来，别开枪，我投降。冰淇淋，有人要吃吗？艾米丽，你在哪里？哦不，这太糟糕了，孩子不见了，得给艾米罗斯打电话。不过，他会超级生气的。不不，我给索尼克打电话。是谁？这路基，嘿，路基，我们又麻烦了。什么？天哪，真？那里发生什么事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被空气噎住了。我去拿点水。发生什么事？我把艾米丽搞丢了。啊不，我们会找到她的。索尼克侦探来了。我看到了脚印儿，很多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。他把我们带到了那里，路基，你从这里开始吧，我该回去了。再见。哦，我忘了什么事。太好了，应该可以。好吧，随便。哎，这给你的。桃子，你拿到水了吗？好热。对的，这是你喜欢的饮料。这什么？抱歉，我忘记了装饰。不，我不喝那个。天哪，你太挑剔了。实际上这非常好喝。脚印儿在这里结束了。你在哪里，宝贝？有人见过这个小女孩吗？什么声音？你们也听到声音了吗？如果你们认为艾米丽在袋子里，请点击赞按钮。谁在这里？放开我的袋子！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把袋子给我，现在。What? No! 好的。你不可能拿走我的袋子的。既然这样，我打电话给索尼克了。这个四人晚餐太浪漫了，没有人打扰我们。紧急电话。索尼克，怎么了，路基？夏特是绑架艾米丽的人。
不会照顾他的。我必须结束这件事。哦，可怜的东西，给我袋子，我不会放弃他的，他是我的。这什么？艾米丽最喜欢的玩具。你绑架了他。哦不，我只是在捡垃圾。就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清理城市。弹头博士路过。嘿，你有什么想要捡的吗？玩具不是我的，所以他把玩具扔到了杯子旁边。这是不可原谅的。对不起，兄弟。我得去见艾米罗斯了。去找弹头博士吧，一会儿见哦。稍等，我可以借这些垃圾吗？谢谢。这个看起来怎么样？这样的雨伞，对吧？艾米罗斯会喜欢它的。嘿，灰姑娘，别忘了你的鞋子。艾米，你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了。看，我有一把遮阳伞。太臭了，这是垃圾，马上把它扔掉。索尼克，我只是想帮忙。他到底在哪里？弹头博士，嗯，嗨，保护你自己。搭档，开枪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艾米，太多问题了，蝙蝠。开火！什么？艾米丽，索尼克，怎么了？我们得尽快回家。我终于可以见到我妹妹了。艾米，别着急。怎么了？事情是，看，什么？他在那儿做什么？算了。我不能再隐瞒了。问题是，艾米丽，弹头博士。嘿，弹头博士，我很高兴见到你。什么？嗨，艾米罗斯，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？嘿，妹妹，没有我，你过得怎么样？一切都很顺利。弹头博士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一会儿就告诉你。我像往常一样忙着我的发明。突然。我的电话响了，弹头博士，你能来路基家接我吗？好的。怎么了？我很想在你的实验室里射击。嗨，我可以带你妹妹去我的实验室吗？嗯，当然。好好玩吧。好的，我们走吧，年轻的学徒。欢迎来到我的王国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。太棒了，弹头博士。给我枪，没问题，艾米丽，瞄准他的鼻子。哦，我可爱的小天才，你真棒，太棒了！我想继续射击。好的，玩具，你属于垃圾桶。弹头博士，什么？这里没有罐子。水炮大战的时间到了。翅膀人，射击，这什么烂摊子？保护你自己，蝙蝠。不不不，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你想听听我如何去参加艾米和索尼克婚礼的故事吗？哦，好痛！再见，书呆子。我们又打败了你。来吧，艾米，我们走吧。我们是一支很棒的团队。现在我们进入传送门吧。哦耶，传送门时间。什么？传送门在哪里？我的戒指从来没有断过。什么？我想我拿到了一袋珠宝。这戒指都是订婚戒指，这太出乎意料了。好的，这你的尺寸。婚礼。哦耶。我太高兴了，这会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婚礼。
我知道我不能永远推迟它，我们去准备吧。我会让这场婚礼载入史册的。还有陆基的邀请函，我没有邀请你，索尼克。嘿，宝贝，抱歉，那个汉堡有点坏了。我们需要发出这些邀请函。等一下，给你，快点，我总是要对他身后清理。我们还没结婚呢。我的翅膀太累了。这是什么？嗨，巴蒂，向下看。结婚请柬，你是伴娘。别迟到了，我总是伴娘，从来都不是新娘。我会成为一个美丽的新娘的。那个汉堡有点坏了。耶，宝贝，你不是最聪明的厨师，但是至少你很可爱。没有一个顾客。哦，钱。哈，这好简单。我好无聊。哦，婚纱，完美。也许穿这件外套，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，我不在乎。你好，我可以帮你吗？这是适合所有场合的全新的衬衫系列，条纹的。不，那就试试这个吧。好的，我看起来像准备结婚的吗？你的准新娘一定会喜欢的，陆基，你觉得呢？什么？这是一只蟑螂？谁说蟑螂？哦哦，宝贝，对不起。哦天哪！你给了我什么？来，试试这个，超级英雄还有特别的优惠。好的。怎么样？来，拿个盾牌。很棒的选择。仪式前你不能看到我穿婚纱。陆基，把它带走。这身衣服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完美的套装，简洁，试试。Loser， 打扰一下，谁在说话？这完美的伴娘服装，我找到了完美的一件，这会是一个惊喜。我用现金支付，留着零钱吧。嗨，你看起来帅极了。等等等等，没用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地盘。什么？谁偷了黑裙子？伙伴们，你们看到谁从衣架上偷了裙子吗？在评论里告诉我吧。我必须花光我全部的储蓄账户才能买得起我的婚礼蛋糕。哦，别担心，我们会免费得到它。不可能，我们自己做蛋糕吧。哦不，这很简单的，这是很好的练习，以后我可以为索尼克做所有的东西。我记得你做的那个披萨。行，我们从面粉开始。停，现在放了水。够了，食谱中的下一步是什么？鸡蛋。我们在哪里可以得到鸡蛋？我知道，给你。你真是充满惊喜，亲爱的。现在我们来搅拌面糊吧。看，陆基，现在我们只需要搅拌好。陆基，啊，老是这样，这完美的浓度不是真的。我的皮卡皮卡锤子会搞定的，这会是完美的海绵蛋糕。皮卡皮卡。哦，这什么？我喜欢披萨。别碰，我会解决它的。甜甜圈。好吃，这看起来更像是蛋糕，但是还是不对。饼干，停！不要杀我的兄弟！你怎么可以这么邪恶？啊，对不起！我的天，蛋糕该怎么办？
让我来处理吧。B 计划，不不